你好，午安，欢迎收看八度空间午间新闻，我是杜文杰，今天是10月15号，来掌握新闻头条。巫统会否和土团一党合作迎战马六甲周选，依然还没有定案。而土团表示，和国盟成员党之间的议席谈判，近期就会敲定。吉隆坡高庭批准罗斯玛暂时取回护照，到新加坡探望即将生产的女儿。我国以183票顺利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首相表明这显示国际认可我国在人权方面的成就。马六甲州选开打在即，巫统会否和国盟合作成为焦点。不过甲州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都拉务昨晚出席巫统最高理事会的会议之后表示，党目前还没有决定任何具体事项，近期还会再召开会议来商榷。而至于两名导致甲州政权垮台的巫统州议员，则确定被开除党籍。马六甲州选举敲响战鼓，巫统会不会和国盟合作避免三角战？外界预料星期四晚上的巫统最高理事会可能有结果，不过这场深夜会谈似乎没有太大进展。甲州巫统主席阿都拉务在会议结束后透露，巫统目前还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实质决定。巫统和土团的合作前景雾里看花，那和伊斯兰党的国民和谐会否破镜重圆呢？教后离席的巫统总秘书阿莫马斯兰在面对媒体追问时表示，今晚的会议没有提到相关议题，但他同样没有把话说死。Itu kita akan maklumkan kemudian tentang detail yang lain. Tapi mula-mula ini cuma kita minta.Diarahkan supaya jentera di semua peringkat membuat persiapan yang rapi. Mengenai agihan kerusi dan sebagainya itu tidak diputuskan pada malam ini.至于巫统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在州选举迎来三角战，阿莫马斯兰重申一切还需等待最高理事会的议决，但他唯一能够证实的是，触发甲州政权垮台的双溪乌浪原任州议员伊德利斯哈伦以及班台昆罗州议员诺阿兹曼已经被撤除党籍。巫统主席阿莫扎西早前义正言辞表明，马六甲州选不会和土团或是一党合作，还形容与一党的合作看不见曙光，粉碎马来人大团结的愿景。好，除了巫统，土团党也开始来备战马六甲州选，和国盟成员党之间的议席谈判，近期内就会敲定。土团总秘书拿督斯里韩扎塞努丁发文告指出，党最高理事会在10月14号的会议商讨了甲州选举的事宜，也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国盟兼甲州选举委员会主席拿督拉菲克已经制定好了竞选战略，动员土团和国盟成员党的基层来应对选举，而土团和国盟成员党也会继续的推动现有的外展计划，包括获得甲州人民热烈回响的关怀人民探慰津贴计划来协助甲州人民。至于议席分配，近期内将会拍板定案。甲州政府垮台之后是风雨不断，早前还外泄了一次首相和甲州前首长拿督斯里伊德利斯哈伦的对话录音。通讯及多媒体部副部长拿督扎西迪表示，通讯部将彻查有关的录音，同时谴责这种不负责任的手段不仅羞耻，还令人失望。Hari ini di antaranya ahli MKT merasa kecewa dan kita menyatakan pilihan kita bahawa perlu disiasat. Kita perlu disiasat supaya ke masa depan ini tidak ada lagi perkara-perkara ini berlaku. Sebab dulu mula-mula berlaku pada Datuk Najib. Kemudian berlaku antara Datuk Seri Anwar dan Datuk Zahid. Sekarang berlaku pula kepada Perdana Menteri. Dan perkara ini cukup memalukan, terutamanya kita lihat atau mereka menangkap sendiri. Tetapi kita akan ada penyiasatan, adakah syarikat-syarikat telekomunikasi yang terlibat dalam merakam itu?
扎西迪昨晚在拿督翁大厦出席巫统最高理事会的会议之后，感慨政治界侵犯隐私的问题乱象丛生，不仅成为一种趋势，还被有心人滥用来作为选举前炒作政治话题的工具，破坏国内政要的名声。为了杜绝这种政治陋习，扎西迪承诺通讯部会负责到底，同时敦促相关人士停止这类不道德行为。这支匿名转发给数家媒体的语音档案涉及了两把男人的声音，谈话的内容包括了疑似前首长伊德利斯哈伦的一方抨击看守首长苏莱曼屈服于甲州巫统主席阿都拉乌，而另一方则是涉及疑似首相伊斯迈游说重新考虑撤回对甲州政府支持的决定。不过伊德利斯哈伦已经在11号否认此事。吉隆坡高庭今早批准了前首相夫人拿汀斯里罗斯玛即日起暂时索回护照来出国探望待产的女儿，但是护照必须在12月6号或之前归还法庭。负责聆审的高庭法官穆哈莫赛尼透露，罗斯玛只能够在10月22号前往新加坡，最迟11月21号之前，罗斯玛必须回国。而下一次的审讯定在了10月21号，也就是批准罗斯玛出国日期的前一天。根据媒体的报道，现年69岁、卷入沙拉越乡区学校太阳能计划贪腐案的罗斯玛，是在本月12号入禀法庭，索回护照，已到新加坡探望即将生下第二胎的诺亚娜。诺亚娜已经怀孕了8个月。而沙亚南高庭早前也批准卷入洗黑钱案的巫统主席阿莫扎西暂时领回护照，已到德国治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新一届的成员国名单出炉，我国以183票顺利获选，成为18个成员国之一，而美国则是时隔3年多之后重新加入这个人权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新一届成员的投票结果在本地时间午夜10分揭晓，我国获得了183票，成为了中选的18个国家之一，将在2022到2024年期间担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首相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在脸书分享好消息，他宣称这代表了我国在人权方面的成就获得了国际认可，而我国也准备好在人权议题上扮演促进合作、协调以及创造共识的角色。除了我国之外，入选的还包括了印度、卡塔尔、阿联酋、立陶宛、阿根廷、芬兰以及美国等国家。美国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以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存有偏见为由宣布退出，但是现任总统拜登上台之后宣布以观察员的身份重新接触，而如今顺利当选重新加入。好，换个焦点来看国内的新冠疫情数据。昨天通报了88宗死亡病例，送院前死亡个案占了22宗，目前还有702人在加护病房留医，其中367人需要插管。根据 COVID Now 网站发布的最新数据，全国累计27600多人病逝，送院前死亡的个案将近5600宗。根据这2个星期的统计，我国每100万人口中的整体死亡率已经降低到了29.5%。目前死亡率最高的3个地区分别是74.5%的玻里市、大约58%的槟城和56%的沙拉越。全国还有101500多宗的活跃病例，当中有7万多人居家隔离。而疫苗数据方面，我国67.1%的人口，相等于超过2190万人已经完成了接种。另外，有超过76%的青少年已经施打了至少一针，17.5%的青少年完成接种。单单是成年人口方面，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有91.2%的成人已经完成接种。我国目前已经消耗了超过4645万剂的疫苗。全国人口方面，疫苗覆盖率最高的地区分别是将近83%的巴生谷，以及超过70%的森美兰和纳敏。
至于排名垫底的沙巴和吉兰丹，也终于至少都跨过了50%的门槛。昨天的接种量超过206,400多剂。受到治水烦恼的雪龙须朋友要留意这则新闻了。巴生谷原本将近1000个水工中断的地区，目前有一半已经恢复了水工，而单单是沙亚南超过90%的地区已经恢复供水，但是吉隆坡和瓜拉冷月受影响的地区依然断水。根据雪州水务管理公司在脸书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今早9点，乌鲁雪兰莪、瓜拉雪兰莪以及巴达林超过70%地区已经恢复了供水，额麦则将近60%。至于巴生只恢复了大约7%的水供，而吉隆坡和瓜拉冷月则暂时还没有任何地区恢复供水。当局希望已经恢复水供的用户节约用水，确保其他受影响地区的恢复和修复过程顺利。女孩上学途中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身亡，喀麦隆民怨沸腾，民众抱着尸体上街讨公道。稍后带你关心。欢迎回来。
警察本来应该是人民保姆，但怎么会变成了枪杀人民的凶手呢？这起事件发生在非洲中西部国家喀麦隆，一名女孩在上学途中遭到警察开枪击中，宣告不治。那事件瞬间点燃了当地民众的怒火，他们不仅对涉嫌开枪的警察动用私刑来报复，更有人抱着女孩的遗体上街示威。示威人群中，一名男子手里抱着女孩尸体，控诉执法人员滥杀无辜。非洲国家喀麦隆星期四发生警员枪杀女孩的事件，民众气愤难平，最终演变成示威骚乱。人权组织透露，一名母亲当时开车载送女孩上学，途中遭到警方拦下要求检查，没想到司机拒绝后，在场的宪兵因此朝他们开枪，女孩当场中弹，伤重不治。根据网络流传的画面，愤怒的民众不仅对宪兵动用私刑，500人加入示威队伍，带着女孩遗体一路游行到当地首长办公室，要政府官员帮忙讨公道。首长形容这是一起不幸和令人难过的事件，除了誓言一定会将凶手绳之以法之外，他也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别滥用暴力私刑。喀麦隆总人口22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英国和法国接管。1961年由英国管辖的南喀麦隆公投表决加入喀麦隆共和国，但常年下来占少数的英语系族群在各方面受到歧视，分离主义分子最终在2017年正式表态要求独立，结果遭到强力镇压。4年来，两派冲突不断，夺走至少3500条人命，70万人逃离家园。但是上个月，当地短短5天内就有15名士兵被杀，如今就连孩童也被枪杀，不仅民怨沸腾，局势恐怕也将火上浇油。另外，我们来跟进挪威康斯贝格镇袭击案的最新进展。那官方目前定调本案89不离10是恐怖袭击，而形容袭击者极其残酷的挪威后任首相将要前往案发小镇来视察。目前37岁的丹麦籍嫌犯的容貌也已经曝光，预料星期五正式被提控。北欧国家挪威袭击案发生之后，当地警方透露，5名死者当中有4人分别为50至70岁的妇女，另一人是男性，另外有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这张是美联社公开的嫌犯建照，现年37岁的艾斯彭安图生是一名丹麦公民，警方确定他曾经更改信仰成为穆斯林。法新社也发布一张嫌犯2017年在一则影片中的截图照片，外媒报道嫌犯将在星期五面控。挪威国内情报局长和警方接受媒体询问时，再一次表明本案看起来像是恐怖行为。What we said is that the act itself looks like a terror act, but we do not know what is the motivation of the perpetrator here. That's why we express it like that. But you're treating it as a terrorist attack.I think we have to wait for the investigation.即将上任的新首相斯托尔在记者会上透露，他和司法部长等人将探访案发小镇。他说，这件事也让一些人联想起2011年造成大约70人死的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Og vi har i løpet av går kveld, formiddagen og ettermiddagen lært mer om hvilke uhyrligheter som har funnet sted.Hvilke grusomme handlinger uskyldige mennesker er utsatt for, hvilken uro og frykt som har rammet samfunnet på Kongsberg og egentlig spredt seg til hele landet. Jeg er glad for at politiet nå avklarer at de har pågrepet gjerningsmannen.至于事发地点，到处可见封锁线，弥漫沉重气氛。但是当局开始清理现场，准备解封。这起事件让多次高票当选最幸福国度的挪威蒙上阴影。目击者说，袭击者行为震惊全国，碎了整个小镇居民的心。不少人到案发现场点燃蜡烛悼念逝者。Jeg visste ikke hva som var på gang og skjedde, så nei, jeg skjønte ingenting. Men jeg fikk vite etterpå hva som skjedde, så ble jeg jo
redd, veldig redd. Det var jo mange folk som løp rundt og skulle se at alle hadde det bra, og nei, det var veldig, ja, det var kaotisk. 袭击者是在星期六傍晚拿着弓箭在街上射杀民众，导致五人死亡。警方随后在现场逮捕袭击者。 美国这个月初通过了临时拨款法案，逃过了联邦政府因为资金耗尽被迫关门的噩梦，而一度闯关失败的提高债务上限法案，最终也在当地时间14号顺利通关。拜登有惊无险签署了这项短期纾困法案，避免美国违约。 美国众议院是在当地时间12号以206票赞成、200零六票反对、13张的微差多数票通过了法案，成功的将举债限额提高到了4800亿美元，协助维持联邦政府支出直到12月3号。财政部长耶伦早前警告共和党人，如果坚持不退让，阻挠短期法案通关，将会导致中央政府一系列包括雇员工资、社会保障福利、军队工资等等的开销难产，最终带来灾难性后果。 尽管白宫的声明表示，通过法案能够避免中央立即违约，但是此举还是治标不治本。同样的债务和支出问题会在不到2个月之后浮出水面，左右两派的长期解决方案目前也依旧不明朗。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经传入院，是不是感染新冠肺炎呢？稍后带您关心。
欢迎回到八度空间午间新闻。现年75岁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地时间星期二因为感染入院接受治疗。而克林顿的发言人乌里纳星期四晚上证实消息，但是没有透露具体详情，只表示前总统不是感染新冠肺炎。乌里纳透过推特表示，克林顿几天前进入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医院接受治疗，前总统目前正在康复，而且精神状况良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了克林顿医疗团队指出，克林顿事前感到疲惫，入院之后诊断患有白血病，初步的诊断可能是由尿道感染所导致。克林顿是在1993到2001年期间担任美国第42任总统，年过七旬的他在2004年和2010年分别接受了4次心脏绕道手术，以及在心脏冠状动脉植入2个支架。纪念价值啊，往往让很多人是不舍得来丢弃已经坏掉的东西，那尤其是储存了大量照片文件的手机。不过呢，不回收这些电子产品，就必须要开采更多的原材料来制作更多新的电子产品，这无疑会加剧破坏地球。We have discovered that it'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get citizens to return their old electricals. So, for example, to give you an idea, in France, 113 million smartphones are sitting in drawers, unused and not functioning. And that's just an amazing number. And that's just France.废弃电子电器设备论坛的数据就显示，全球有大约5700万吨的电子垃圾，例如手机、电脑以及各种电器，这些都含有黄金和铜等各种的原材料，这些都可以再循环使用。那光是洗衣机就有98%的部件是可以再循环，但是如果不回收，就要开采同等数量的原材料来生产同等数量的电子产品，这无疑是严重破坏环境。趁着国际电子垃圾日，废弃电子电器设备论坛就促请民众把老旧的电子产品送去回收，为环保尽一份力。27岁的韩国钢琴家 Soo Young Kim 今年第二次参加了在波兰华沙举行的肖邦时代乐器国际比赛。他2015年曾经打进半决赛，那如今是越战越勇，希望今年能够走得更远。那今天新闻就以他在练习室的精湛琴艺来作为结束。我是杜文杰，感谢收看《祝您平安》，再会。